婷蛇要见到抽蛋姐姐，伞伞准备给姐姐准备礼物。你想好给抽蛋姐姐买什么吗？我想看，我如果今天手没废的话，我去做个手工看看。我想给她做个项链，然后再买个礼物。你是要拼一个抽蛋姐姐的名字吗？对。我觉得姐姐看到穿项链的时候应该会崩溃。第一次见到做手工做这么丑的人。越来越重。有没有买一个给秋天姐姐吧？我觉得这个适合她，我买一个吧。其实没事，你做的丑一点，姐姐也会喜欢，因为是你自己做的。反正咱们走的就是丑的路线。让我看看你这数字穿的是啥呀？1520嘛。对啊。可是项链戴上去的时候就变成了250那个呀。我还要给姐姐买个刨冰机，让姐姐每天在家里冰冰凉凉，冰爽一整个冬天在夏天。我们家这个是吧？拿住啊，拿住啊，拿住啊，拿住了啊，拿着。好，好，人家一袋一袋买，我们一麻袋一麻袋。Tomorrow。哦，这个好好玩呀！它刨冰机就是上面，上面可能有点灰，因为它是从那种有古董店买的，所以不知道怎么用，但是可爱，太可爱了。现在是停下来，这是我自己做的，这是自己做的，做了一个不摸脚趾都睡着了。妈呀！跟他过去吧，好吧。